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和上海台商座谈，要和伫咧上海台湾青年做伙骑脚踏车，伊拢希望讲这两岸会当较接交流挂。不过有风声讲，本地蒋万安会包庇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见面，真有可能因为是政治敏感的关系，出来临时搭档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上海行最后一天行程圆满圆满，有三个囡仔的爸爸把握时间参访上海托婴中心，续来到长者健康中心，了解同款面临高龄化问题的上海安怎进行长照共用。还可以扫这个二维码。手机啊，扫码支付，造就共享单车、甲台青骑车游工，也甲台商面对面交流，各界关注焦点，又还是两岸议题。期许呢，当然也希望能够合作，尽量合作。如果能合作，当然是最好的情况。资讯更加的透明化很重要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人民还是有一些误解的。希望两岸关系好，台商才会好嘛，然后经济才会好。尤其是像去年，整个上海市对台湾的对口贸易就8000多亿美金。大部分的台商朋友以及我所介绍的民众，大家都很期待两岸之间是要安定和平，所以我想谁能够做到，其实台湾民众心里都有答案。台商座谈会无被记得替好友谊催票，虽然捌传出要见国台办主任宋德，也毋过最后无进行。也好，我甲解脱是为着国产利空利数选情降低几率。30双城主论坛结束，蒋万安大声讲要用上大努力，和双城论坛继续办落去。中国媒体引用当地学者形容，双城论坛是和平之州、亲情之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